大家好啊！今日十一月23日星期四啊，咁啊，今晚咧市場就關注住美國聯儲局方面啊，十一月會議記錄咧就有個夾尾咧就開始陸續翻啦。咁啊，對市場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。但係喺港股方面啊，見到恆生指數咧喺30,000點關口咧，好似有啲增持嘅局面啦。要留意翻咧喺板塊輪動之下咧，有冇股份可以接力騰訊同埋平保咧繼續支撐住恆指。